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举手礼诸佛，集法比丘僧，今演吉林法，令正法九种，善恶以口言，自尽其自意，生莫作诸恶，死三业道具。导出法方篇，昨天才开始看了细义，下面呢是分章，分成三个方面呢来说明。第一个是说法的仪轨以及受戒的方法。我们看到说法的轨仪，先呢是劝世俗啊，如何呢护持，劝护受施。大集经说，无量众生白佛护持法故，比如说当时有这些人的发心呢，要护持无量众生，当然通以悠闲了。佛就赞叹说：“善哉，大坛乐。”护持佛法，那真是真大坛业。又说破戒比丘处众说法，不得受信施。这呢，如亭立子，亭立子是草子，很小，就是破戒，即使说法也不能受供养。所谓破戒是如何呢？破戒之下呢，乃至受续八不净物，就是因为。中间所谓乃至啊，比如说不敬三宝啦，不生心心，无有惭愧，也就是破戒之相。他是做非法事，也受八不净财、八不净物。这样呢，说明杂、去犯、贼、罪、张陀罗等沙门也。他们这种人呢，就叫这样的名称。所谓是什么？渣就是不清净，去就是不正直，犯就是无真实，贼呢是请夺妄选性之，所谓罪呀、啊、是神性分迷，张陀罗是极恶的人，他能够害人的慧命，就这样叫，那这样更详细的在大集经当中的三字一间当中说明。这一段呢，主要是劝俗来护法，所以佛赞许：如果有能够护法，当知是人乃至十方诸佛的大施主。下面这些道众受供养的事，如果有破戒，理应说不受供养。下面呢，诸说是非，世尊说为谈业说法，听说契经及分别义。得不具说文具，也就是说为居士说法呢，也不愿完全按照经呢逐句逐字的说明，把大意啊摘要的讲一讲也就可以了，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听得那么详细明白。没电啊？有啊，听不见。这是说法，然后呢，下面说法的一些事情，所谓说的是非，不得二比丘同意高坐说法。有说法的时候，一个一个来嘛，两个人同时在那里不可。过去据说呢，说法法师讲经说法呢，有督讲，听说吗？有督讲。就是法师在上面，下面有个人就在监督，或者说提议变异，有这样的。那同时升高座讲法是没有的，这样的就做非位仪，或供香针，或者在信徒面前供香针也不可，或说义互求短，互相在义理上互相求短，因为他见解不同，
所学的跟随的法师不同，当然他这 无论在哪一方面解说上呢，或者有差异出入，不能互相求长短，或共相，就第四呢，或共相逼切，就是逼迫人家，就是互相争高下，或二人呢同声合背，啊，这是第五，及歌咏声说法等都不可以。过去我们中国人读古书啊，他要伴唱的念，是不是？他还摇放了那样子，是吧？人之初，性本善，他摇放，是不是？那后来这个慢慢的就改了，没这么习惯啊。有歌咏声说法是不可以。应说歌声有，如果用歌咏声说法呢，有五种过放。第一个呢是贪着以音声，只是说人家只听音声呢，而没有听义理，而且令闻者生爱，爱就是生懒着。三是令他习邪，他只是邪以那些音声歌咏的音声呢。四令俗人生慢心。五呢以乱定义，就这是五种过失不能歌咏。接下来呢，若说法人少，应次第请说。下至一计诸恶莫作等，就说能说法的人少，那么轮流来次第的说。业及说法，业及说法座，高杯无在，也就是说晚上呢没有灯的情况的说法，本来要高坐，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如果是不设高坐的，随坐也是可以。过去是没有灯光那种情况。第一个先要说明，要戳要，不要所有的文字都一一的说，因为居士理解不了的事。想下面说非法有六种，这二人同坐呢，无这个尊无二故。那么这么一来就是就有点乱了，或者是先乱相争之对比是变胜负，求长短呢？烟长时短就讲人家的短处，长处没有讲。逼切就是劫难，就是互相刁难。不合背则无所变故，背就是你送出来那么一种音声呢，人家就辨别不清楚里面的义理，因为一唱一下那个字啊的音调就变样了。歌声过失如闻之列，就那五种过失。若说下呢是开列说，虽依次请，亦悉显能。依次就依次的请，那要能说的才能说，不能说的乱说一通也是不可以。这论里面说，少得无智慧，不应处高坐。如高坐会怎么样呢？如才见狮子，窜户不敢出，比如说害怕有孔雀。但是无所谓，应处狮子座，它这是比喻啊。比如狮子吼，众兽呢都会害怕，就是它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德，为它必为它请呢准此质量，所以一定被人家请，你看看你自己行不行，能不能？人多一下害怕讲不出来了，吓得屁滚尿流，你也不能说，是吧？但惜无畏，勿令窜伏，窜伏躲起来这种情况呢是要不得。下面是设座啊，业逼业的情况呢不假陈设，这是开许随座。那么这是讲说法。那下面是登座的仪式，升高座的仪式应该怎么样呢？三千唯一里面说，上高座读经先礼佛。读经是如是，但讲经也应该是这样，先要礼佛，次礼法及善坐，后再坐上正坐，向善坐坐。过去讲经说法，它另外设有一个 座位在那里。我们现在一般是在很多都在佛堂当中，在佛像前面坐，这在律里面是很反对这样用，背佛而坐是不允许的。通常就像斋堂那种形式的做法，我们这是一般上课的形式，面相对。斋堂那就两面对，然后呢旁边设一个座，因为圣僧座也是那样，跟两边对着，
上面一个座位啊，就是通常是这么一种设法。那过去讲经说法理应是那样，所以说他面向上座而坐，表示恭敬的意思。那么说法这个人的面相啊，排那个位置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里面要求是这样讲，但是说我们要根据那个场合场所呢，来调整那个座位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到一个女众道场去啊，他要讲请我讲开示，那我准备大概跟他们讲一个半小时，可是上去讲了15分钟呢，就讲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呢？这是佛，这前面呢是一个供桌，这里还有一个像我们大殿一样，这个是可以翘脚的不？前面还有一个供桌，然后他就让我坐在这儿。那么他听众在哪里呢？在这儿，大概有一行我能看见，这样坐在这儿。那我要跟他们讲，我得这样转过去才能看见他们人，然后这样转过去看见。讲了15分钟没话讲，讲不下去。没看见人，你说怎么讲？那你一个人在房间也能讲，是不是？你我们在一个人在房间能讲得下去，就讲不下去。自言自语讲几句差不多，是吧？你要发挥讲，他前看听众的那种感情交流，他才能讲得下去。尤其讲开示。你要看底下反应才可以，我们这个时候反应没反应，你再往下念就对了，没反应睡着了也行，也照样能念。你讲开是，他就是全看那听众那种感应交流，他才有办法讲。然后他们也很苦恼，说那我们是哪里不如法，那只讲15分钟就不讲了。我也没说出他们不如法，我说不讲话不要讲太多，对吧？讲太多没有用，我就跟他讲。他们准备了半天，请啦、忏众生、众生记啦、七弄八弄，弄了半天，我的15分钟就下来了。然后他搞得很尴尬。我是头一次遇到这样，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实在是搞得不好。因为我没去那里，他已经摆好，一到那里他马上请。如果这意见让我看一下，我也会马上叫他调整改方向才可以。你大殿可以这样，是不是？在这里讲这样可以，能这么做横着过来，就这样就是不妥。那么在上座以后呢，应该怎么样呢？千锤伸绝，他要敲敲敲什么千锤，先站具备，现在基本相当于唱什么众生偈，那个就是摄众。如法而说，若不如法问，不如法听便止。比如说他乱问了，或刁难性的问，或者呢他听法的人呢也不认真听，这种情况下那就不讲了，便止，就以免的对法不恭敬。我们这里看，这就第三宗所谓讲的六法，就次第的一些过程要注意。先要礼三宝，礼佛、礼法、礼善坐，那就是礼三宝。然后呢，升高坐。那第三呢是打磬。我们现在一般他们打那个挂小挂钟啊，经多打木。但是诵时讲经就多打木，他不知道只是怎么打，或者是在地板打，是不是？我们的诵戒不打镜吗？那就打木。四是忏背，文是自作，经并他作，但有时候自己要做什么文也可以，或者他作。身觉秉炉说记起请等，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通常圣座之前要上上香啊，什么了，参参香葬啊，也可以。下面是第五是正说，第六呢是观机静止，就看他听或者是不听了，然后
所谓如法说是第五，那下面是不如法问卜，那就要止住了。问听如法，热闻应说，他高兴听你才给说，不高兴听那就不要说。文中不明下座，意思说，讲完了怎么办呢？没有讲到下座，只是讲到善座讲法为止。今加续字，所以补善。说完了以后呢，说尽应该回向，回向啊，或者是做藏背参参赞啊，也就是功德参赞了。下座呢，礼词。僧传里面说，周生庙里面说，每讲下座呀，他都要合掌忏悔音，这必须相当像送完戒一样下来那几只千词一样子。他说：“佛亦难知，岂凡夫所测？经所说者，传授先师，未敢装这，弃大众以施法义。”若是若非，不知欢喜。会不会爆炸？那其实这几句话，我看了也没有机会讲。像我们现在这种讲经形式，没有机会讲，在哪里讲？完了以后，大家都是。诸什么什么向上排班一起礼谢法师三拜，然后呢他不用拜，送法师回寮，完了好免送就没得讲了。或者是说正好呢他就是唱完以后好像让他讲完这一句话然后再礼谢，是不是这样？哦，可以，将来可以插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是不是这样？你们将来出去讲经可以插这么一句话，佛亦难知，前面开头都有，开场白都有几句话了，如何如何这般，学人呢很惭愧，学得少，恐怕讲有错的地方，请呢诸位法师呢慈悲指教。后面讲完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也在台上有几句话，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回向完可以，如果说他就在那，如果集体他要忏回向偈要唱的嘛，是不是？要么就是在回向之前，他没下座之前讲这几句话，佛亦难知，其凡夫所测，这几句讲完了以后呢，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开始，回向回向，这几句话可以补进去哈。明中集众。明中集众应该在前面，应该说总为十法，意思说这里不是列的九法吗？抄文六法，记文补三法，应该有一个明中集众。通常就是讲经说法先要集一下众，经时讲导仪以此事，所以现在有讲法可以根据呢这样一个仪式进行。我们现在礼三宝也有礼在那里拜，但是说拜什么也搞不清楚，差不多就拜佛的多，就是在中间拜殿拜一拜，面向善座呢也有未必能够这样，那就忏藏背诵说法，这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步骤回向，然后呢藏背持谢。下面的筹量称机，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就要必须要根据当时的听众实际情况呢来讲。他说你对在家居士讲法，不能把出家人的一些事情丑态都一一告诉在家居士，那我们僧团如何这般，让他要赞叹三宝，即使不好也要让赞叹三宝，一般经里面都用这样讲。为在家对出家人说法，出家人本身有些事情提出来可以相互勉励，说法比丘应筹量大众，应说合法而得受解，就讲什么他能够理解呢？看情况，如果他讲来听不懂，讲来没用。若闻生法得解，应为说生，要讲深一点呢。为五分十二因缘涅盘等，或者讲五分法身啊，讲十二因缘呢、讲涅盘，如何证涅盘这些道理。前法者讲布施、持戒、升天等论。
若纵热浅不热深，不益前人，名为恶说。就是你不利益前人，那么说了 那叫做恶说，凡此名为善说。就是要适应于听众的需要，又应之文艺之句，男女之音云云。那么男女之音应该怎么办呢？应当时的根性不一样，男人女人他所需要的所听得法只能是这样子。你不可能说男人做男女，我们比丘尼讲法为男众讲男音，对女人讲女音，你怎么讲？对不对？你比丘变女音不都变怪样了？只能说根据他们的一些秉性需要，还有呢跟他们讲一些道理。又应除贪心，不自轻心，不轻大众心，就自己首先要检点一下，要起如此这般的心。应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动心、利时等心，乃至依四句令前人如实解者，常以安乐。讲法的人他虽然讲很多，主要呢几句呢能让听众受用也是可以，那听的人也不一定未必把全部都能够理解听懂，你听几句对你有利益的，乃至那终身都受用无尽也就可以了。你们听舍大乘论听得懂吗？舍大乘论应该听得懂吧？他多闻心喜，你现在不兴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没有那个种子，你将来还是不了解。或许你们听不懂，我来听刚刚好，因为我过去学过，等于复习一下啊。他一提起来我都知道是咋回事，因为以前学我学过唯识，不是今天佛学院都上过这样的课啊、我看今天比如说讲到那个所缘缘等无间缘，如果完全没有学过就会很迷糊。什么叫退位下一念才升起等无间缘，还不这样讲吗？所缘缘，所缘缘有个唯识里面有个所缘缘论，他所谓说待彼向起，脱彼而生，这叫所缘缘。比如说你看着这个东西，看着这本书，这是书所缘缘，内心要现起啊、哦，这是一个书的概念，就是一个叫做见分，它有这个影像在那里，然后呢内心去圆它，叫做见分，去圆这个相分，那必须要有一本书在那托这个相，引发内心升起，叫所缘缘。但是你一开始听什么呢？因为我一听就知道说，因为所缘缘里面讲的所谓代彼相起，脱彼而生，你必须要带一个影像啊、哦！这是一个书，你起码有个书这么一个概念，我知道了这样子。他过去有兴起过这样的种子，他能够带起这个种子起来。那我们原先从来没读过书，老师告诉说，这是一个杯子啊、哦，你知道的啊、哦，这是杯子，第一次你不知道哦。告诉你，第二次你见到了，那就托彼向起，代彼而生。我知道，我一看到老师告诉我这是个杯子，你就能够圆它了，这不是像吗？托彼向起，托彼向，然后呢，你就引起而生，然后内心知道我就圆这个字，那是叫什么？我就知道啊。你原先如果的第一次不知道这是干啥用呢？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呢？挺好玩的。然后呢，你们这搞不好是一个领带吧？是不是？然后告诉说这是一个书签啊，书签。你下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啊，这卡在那儿，那是书签，你才能够代笔这个影像，你研这个东西。佛教为什么讲这些道理，让我们从这认识上的一种改变，从这个整个识就能够转过来，这是非常重要修学的步骤。什么叫做染污衣呀、啊？你是因为说我们内心有杂染，
依着杂染，然后呢又代笔这种杂染的种子重新又献起兴起，你看何等的重要，你看见没有，种子，我们的习气种子现行，你将来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呢，那你从来都没有听过，你那是什么不知道，那种习气跟种子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你这一听一闻，哦，我听过，下一次再看你就不足为难了，你第一次都没有接触过，你下一次还是不知道。所以说叫多闻心系何等重要呢，是这么来的。你们说我实在是不想听，那你想听什么？我想戒律，学戒律你也学的不想听啊，是不是这样？学久了也是不想学的嘛，也烦了。那是佛法非常重要，然后你才将来跟人家去讲戒律的时候，你就知道的唯识学所谓那个种子是什么意思。第八阿赖耶识以善法种子为戒体，哦，那是我知道舍大乘里面是这么讲的，唯识三十论里面是这么讲的，这唯识意是这样熏起来的，他要因为 有那么个过程嘛，你才知道啊，你才能够讲。然后你叫你从来没有学过，你到那里你就会绕过去了，你就没办法讲了。你说那是唯识，你们要好好去佛学院学唯识，你才知道啊。那我只是告诉你说，那道先立祖嘛，所主张那就是个大乘，阿底巴阿赖耶识为善法种子就好了，你们就这么了解就好了。你没办法讲了，你讲到那你绕过去了。那很多人不是要想上佛学院吗？那佛学院搬到这里来，你为什么不学呢？还专门上佛学院，佛学院就讲学这些内容了嘛，讲教理嘛。那教理送到这里来，你说我不学，我又专门去佛学院学习，那不是很显得很颠倒吗？是不是这样？那我到处去求法了，到哪里求到哪里求，那法送到这里，那一般的法求是不怎么要学的，你求法比较愿意学。这就是佛法，你心一寻你就明白这些道理，对吧？你佛经里面都有这些名相，你不学你怎么知道呢？啊，那下面呢，第四，又不应起怖心，就是说你讲法不要起害怕之心。何以故？怖心说法令生疲顿，因不变了，言不次彼，就是次第都搞乱了，说法不妙，意义难解。这当中就是说，不心这里面，所以说不心说法这里也有五种过失，五种过失啊。第一个呢是身会疲顿，第二呢应不了，第三言不次，第四说法不妙，第五意义难解。既然上台说法，你就不要考虑说底下听众很多大学生呢，我害怕。如果说我讲的不好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要这样想，顾忌在那里，完了你讲不下去。或者说有一些法师在那里听，他也练习听法的也有啊。你尽管讲你的，如法而说，里面该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你不要看想着这个。如果想到这样，你就讲不下去。哎呦，他们高级知识分子在那里，那我呢只是初中毕业还不行，我没上过佛学院，我不敢讲。那你既然上来了还在那里苦哈哈，你怎么讲下去呀？跟我一样十五分钟就得下台，是不是这样？你就不能那样想，你就讲如实的讲就好啊。那讲完了以后，至于说他指出你哪些不对的地方，你信受奉行，好，我以后好好的改就对了。你不能说那就我对的，那就要功高我慢，要不得。因呢让系安心而说，就是次序，也就是很自然的坐在那里呢安心的说法就对了啊。五，这是五字根系，那个不心那个五下来。因为众说厌犯法，离远离法，光生苦空无常无我等法，
那么就说应该跟他们讲什么，远离世间，不要，意思说不要讲世间杂染的法。这里五段呢都以幼字兼之，记文看啊，都是以幼字，看出来吧，那横横都有个幼字，幼字吗？啊，就是这么五段幼字兼之，说明量重其解为先，就看他能够理解的什么程度，你讲什么。那底下说深的讲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这些道理来说。智解论智解云：生法者为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有蕴五蕴，有人讲是五蕴的是不对的哈。生即是出世法，前讲世间法。那么讲法讲世间法讲什么呢？你做生意是不是这样？通禅三规五戒就是世间，它只是生人天而已。但你如何是导向？先开始是这样讲说，讲你们来说修福报、护持三宝、做好事、做好人、家庭做好，然后呢再来修出世间法，先讲这一个。而且呢，恶说者成论说，那就叫做记忆不成说了啊，说前人。不以前人啊。第二呢是解因的事情，文艺当中男女因者以男女性乖呀、啊、事业乃异，随其品类言相细分，差异粉同，不以不明善说。所以说这个所谓因，不是说你要变成男女因来说法，就根据男女的不同行业、不同特征、不同特点来说。现在所讲的呢，男女平等啊，所有人都一样，人道主义都是这么说，人权上是平等，报体上不能平等，我们要分别这样看待。如果说报体也平等了，所有事理都平等了，那个是那就不存在什么第一地和世俗地的区别了。世俗地就有区别，就有男有女，第一地没男没女，性是平等，这样区别啊。然后呢，其他的叫用心，第三叫用心，就是应除贪心啊，这些不正当的心都要远离掉。前面讲的是远离三心，三心是贪，不轻心就是重心，不轻大众心慢心。不要看大众看不起你们这些人，乡巴佬啥都不懂，我来给你们说法，大众不可以轻慢，不能这样讲啊。若为名闻利养，眷属皆是贪心。如果是为了名闻，为了利养，等一下有红包，或者等一下有人皈依你，这样一想讲法呢，那都是贪心。或者讲呢，把那个化缘的本就拿出来，每个人发一本。现在不少有些法师都是这样，又到国外去，他讲了大概那么15分钟，他就把他本拿出来讲布施。他说布施很多功德啊，所以说我这个本你们也没人拿一本，下一次听众就不听了，这就要不得啊。下面是成就，成就心。慈心就是明彼为物，喜呢是令众生心安，他不是说要慈悲心翻行利益心吗？利益使他呢开解不动，为达法本空，就所谓说不动心，要知道诸法本空，本性如如，那就要说本空。无舍着，无舍着故，就是说无取舍，无不可执着，这样叫做不定不动。般若云，般若经里面说，因何为人演说如如不动呢？一切有为法，如梦放炮影，如如一度电，应作如是观。应该这样讲，因为金刚经也是般若系统，你如是说法。又法华里面说，大慈悲为实，就是现在说这里所讲的是慈悲和喜心。柔和忍如一，通常说要敬如来实啊，披如来衣啊。怎么敬如来实呢？就大慈悲，有大慈悲才能够敬如来实。如来以大慈悲为性，我们能够以嫉妒大慈悲心，那么以就能够敬如来实，以如来相应呢、啊？柔和忍如为一，那是从利益众生出发。诸法空为作，
你坐在哪里呢？坐如来坐啊，以诸法空为坐，如来以诸法空为体，证得诸法空性，才证得法身呢。这样呢，能如是者，时可说法。玄学云能即为半佛。玄学也就是说，你夸耀自己，故弄玄虚。我过去在哪个地方，又如何入常定，如何这般呢？那这样就故弄玄虚也不一样。那这个事情很深的，很难理解的，如何这样？有讲一不讲出来，硬说这很深的，很难理解的，你们理解不了。但是法次第的，那从果地菩萨那个境界，我们是没办法理解，是理解不了。那从文字上，我们要做如是说而已。否则的话呢，都会变成半佛。佛以善巧方便，以世俗的文字作为表达，第一地没办法说呀。然后他还有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你要故弄玄虚，就搞不好为半佛。那下面第四呢？叫安详，不心离五过，不步反之。第四，第五呢？敬重，说厌法就警惕听众，要远离世间的杂染，去发起道心，发起不利心，就是不着世故。下面是色众如非，涅槃说若比丘为利养故说法，所有徒众亦效是师，世人如是便自坏众，也自己坏了，把众也坏了。他从这个目的来引导别人。所以说下面众有三种，一个是破戒杂身者，虽持境界为利养故，以破戒者坐起行来同事，同其事业，那么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破戒众。第二种呢是遗痴身，在南落处诸根不利，少欲起食，以自知说戒日呢，教诸弟子清净忏悔，见非弟子多犯境界，不能教令清净忏悔。我们前面是蛮好的，下面他就说他不具足。而便以其共说戒自知，意思说以非法众一起没有忏悔，这是第二。应该底下应该是第三哈，迎合清净身，不染利养，善知戒相，这叫做清净身。一个是遗失，一个是破戒。迎合之众，如四众，也叫之众之亲的意思。出家不做。坐者非沙门持子，这是叫做换众戒。因何之轻呢？三戒能止，利子集呢？三戒戒当中，三戒能够止住，就没有三戒末没完，他就死了。挥利不正者，若有障言受用不尽物者，不共同止。有人说不尽物，真是相共处啊，这里是利里面没有，所以说不正。是利应正者，若邪戒。若邪戒律不尽破戒，见顺利者，就能够随顺戒律者，心生欢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善解医治。所谓医治是什么治？律治。律则法也，他能够善之以律，或者善之以法，所以顺便顺随顺以律。若为利益众生至非法处，能够利益众生到非法处，若是声闻，不应为也，为了利益众生，乃至说非法处。我看第一个呢是贪利徒众孝思，因为说从善所好啊，金石滥切，贪利多求，聚首为非，后生反教，就说跟师父学了啊。所以呢，伤毁佛法，自坏坏他。所以说杨子里面讲的，杨子就是邪行篇里面讲说呢，所谓魔不魔，犯不犯，这样魔犯嘛，又你魔不像魔，做个模型也像个模型，然后呢倒出来的东西才像个模型一样，魔不像魔，犯不犯。所以说为不少悲业。第三的解释三咒啊，虽持戒由心为利，以破戒同住，所以叫做杂。第二种是少欲，既是少欲，应不贪利，但是根钝，不教愚人，所以叫愚痴，不要愚人忏悔啊。三呢，不染利养，
然后他又能够善解界限，究举自他这样的清净。那银河下面只叫善解界限，有四种，叫知重知轻，挥力不正，势力印证，注意叫知道力的四象。那么知轻且及次篇见解，就是第二篇当讲的见解，三见而言，色下诸微仪杂相，无不通达，都包含在内，意思说叫做知轻。挥力者力己不尽，至于非法，这饮食不尽啊，尽力并举独不随流，乃至被举的都不跟他一起，以非为是，所以叫做不正。是下面是呢，远离心善，远离恶心善，如法而说。所谓依智就是立智，立智解释为法，总含大小开遮的大乘小乘开遮轻重，所以都包含一个律在内，所以这样的善觉力。下面名开缘放遮非处，所谓这讲的非处是饮酒除彩除彩之家，是为出家菩萨在城不朗，虽可行之，虽然出家菩萨也可以行的，声闻智色恐遭欲染，故自不为。也就是超文那个地方就所讲的，为利众生自非法处，那是菩萨才可以利自非法处，那不应该去的地方去。如果是声闻，那不应为，既然现声闻相，那些地方要远离，不好去。如善三众，金石善五余杂，金石善五余杂，况清净的余杂，也就是说少了，更何况说清净呢？身中覆灭，佛法安寂，无福，这是感叹。那么下面教戒说法，韶华律说：依法师得受六十心邪比丘教戒说法，这个不是依止啊，依止可以六十哦，只是两个人的而已，依止不能那么多。这是通常说为讲法说法呢，可以为心邪六十教戒说法。佛告比丘：有问命中者，徒劳也。道宣立祖的文有时候不好读，是这样子，他突然间就这么插一句出来。这里上面说讲引着行里面所讲的说，那么射中应该射多少，那下面突然又插一句说佛告比丘：有问命中者，徒劳耳。什么意思？如果假如有人问说我死的会怎么样呢，我什么间会死啊，意思说这个事情不要管它。法师也不要去解答说啊，我看你的相呢，大概可以再活三年，如果他不止活三年，你不跟人家骂呢，千万不能就乱给他讲。因为你世俗人不太了解，以为我们和尚好像跟老道一样，或者会看相。我们去坐车，通常有人说师傅你跟我看看相，那你怎么办？你说我不会看，你说我们就跟他说你的相挺好的，那他好在哪里呀？哪里都好，是不是？我有一次在他会叫你看不可，又纠缠不清，我都不会看，他也不相信。你哪里不会看？我看你的样子你就会看。我说你会看相呢？你会看我的样子会看，你是说明你会看相吗？哪里是我看相？哎呀，他是给我看看吗？我说你的相挺好的。完了这一句话就麻烦了。哎，那你好在哪里呀？你一定要给我说一说，是不是？你说不会讲，他不相信。他以为和尚专门写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在太原不是，那个一个朋友的他们公司里面的人，我们就找他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买票，然后他一直说你给我看看像怎么样的。我说你的像挺好的。他说是吗？啊，好在哪里啊？又怎么这样子？他以为我们会看像这样。没事再聊聊天，要不日子没法过，你就东拉西扯，不要真正给人家看一下啊，给我上看看扫相怎么样啊，你这个横的又怎么样呢，那个竖的又怎么样的乱指，是吧？不要这样讲啊，看看你脸上怎么样，你搞不好你犯摸处了，是不是这样？一不小心你就犯，所以说不要去做这个外行的事情，乃至做外道的事情。非如来所乐达者，这佛也没有人家去答，也不愿意答这事情。夫生有死，何足为怪？你为什么要问命中死的事情？你生肯定会死的嘛。
当时十二因缘行即得度持，你说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这个生老死这事情你明白了也就是可以。三其若有为佛愚者，比丘犯罪，白衣知如之何？白衣知如之何？就白衣知道了，就是说，白衣如果犯罪，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那就记文下面为一的说明，比丘因为回佛矣，他有犯罪这么一说。那么白衣他应该犯什么罪呢？他也没有戒啊，没有什么啊，应该犯什么罪名呢？他业报是有的。第一点前面开始是讲说摄众的期限，恐其更多呢，咱就难以信回，无益及他。那现在差不多我们都自己学习自学，所以是不存在有那么多事情了。如果是一个人的摄受那么多，恐怕是没办法。必力能薄济不在限，就是能够呢，他有力气有力量呢，能够管摄你没关系。故古德高僧呢，千途杂坐，佛千途杂坐，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稍微有那么一千人呢，跟随着他。当时罗斯大师在草堂寺的时候有多少？3000人。但是他作为他的入室的弟子就有800，能够学他那个般若思想的，就如此之多，就是，他有那么一个摄受力量。当量力财更行自心，勿贪眷属，不要贪眷属啊，多啊，如何啊，以图声望，此乃，看见没有？我上一次讲到吧，此乃畜生之因。鸭子羊都喜欢一大群，对吧？那北方的放绵羊放一大堆，我说那羊丢了几只，他怎么会知道？知不知道？你们放过羊吗？他有好几百只羊，他丢了几只怎么知道？你看西北那个大草原，蒙古大草原，那数得清，那怎么数啊？他跑过来跑过去怎么数啊？多。意思是说你贪多将来就怎么样呢？是畜生的因。这个是说勉励的话了，不是说所有的贪眷属都变成那样也不尽然，就是不要想这样，贪从贪角度来讲是不可。下面呢是非问不答，非问，所以说非问，所以非问就是说非法而问，这问的没道理的事情呢不要答他。这样的佛门当中也有不少这样事情，他明知道这个事情不能为，然后他会的问一下该怎么办。就好像有一些人说知道自己已经犯了根本了，然后他又不愿意舍比丘，他硬叫你说找一个什么方便，不方便，就是这样，进和退就这两步，要么就这样要么就那样，然后他又想尽办法说你慈悲吧，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非问，小罗说你是这样而已。问死时尽言，就问我什么时间会死啊？你看到我那个样子，什么时间会死啊？这样子啊？问无所益啊，这种问没有什么利益，所以叫徒劳。复下就是只问之词，就十二因缘呐，无明即行过去因，名色六路处受现在的果，爱其有是未来的因，生老死是未来的果，通常这三次因果怎么关系？这十二因缘三世因果这个大家都滚瓜烂熟的啊。三世因果生死相续从缘故空，它是无为从缘而生，所以是空。知生虚妄，即使生也是希望，死复何由呢？也就是说生死了不可得，这有点像禅宗的意思那样，达妄修真得脱生死，所以说就能够得度，就是所谓度十二因缘。生其名倒名呢，倒属违犯，就是有违犯了怎么办呢？就下面那最后抄文呢，彼应比丘以白衣行灰，比丘你犯疑，这有犯过有罪相可说，有可以判的了。白衣无戒不犯，故言之如之何呢？应该怎么办呢？
以无名相呢，他总名相也都没有，莫测来报，一沾负重，啊，教界俗流，就令界俗流。意思说，虽然没有总相，也有业报的意思。无界，无界有罪啊。少利可否？五百问说：若希望心为人读经说法得悟，方堕。你去那里就想做钱，你看见没有？所以说赶金蝉赚红包根本就没有文记载，没有文作为证明。信徒说我请你念经不给你钱，好像这个功德得不来。相反的说，你即使给了红包就能得来呢，也未必。不是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有没有这句话？那你凭什么跟人家消灾呢？但是你首先不能有这么一种心去贪，无心贪不犯，无依得取。下面就例举说，如果呢没有依需要有人供养，那就取；如果实在想贪心要，那就不能要了。没有贪心，人要随人家随众供，随便供养你，你可以要，他是这样。那这里说唯利说法，记文说唯利说法是是即是邪命，无贪不犯，贪心难事啊。什么叫做贪心呢？有大有小，是吧？信物自屈，就是说自己要谨慎对待这个事情了。你我完全没贪心，说不过去，要小心一点，避免呢这样的事。那么下面是第八，那么先停一下吧。说法的疑鬼，说法的鬼事呢，有十四点，我们看到第七，那接下去是第八，就是十四。所应该注意的是，三千威仪里面说入他凡舍的威仪，一个人要在外面先躺子，这躺子就敲敲门了，啊，再来呢要脱帽坐礼，这指的是对善坐而言，正念住叫坐乃坐，意思不宜随到人家凡舍呢，不宜随便崩一下就坐下了。五呢不忘持经录，就问法，问经有五事，一是如法下传问，就明着坐在上那里问，应该要下传。就是所谓下传，你有位置坐在那里，你要下来从坐起，不得共坐。你问人家不能共坐，不解当直问，就不要拐弯抹角的，弄半天人家搞不清楚，云里雾里啊。四呢，不念外缘。就你问的时候不要想别的，想别人的解答的时候你没听懂。五呢是设解头面坐礼，反向出户，就是不要背着，应该反向，就是恭敬。这里说通常这里讲说入他凡舍，应该是说入师凡请问的一些方法谈子，这在沙弥利仪当中也有这样交代。下面是问法，正问法时应该下传，就从坐而起，不念外言呢要地之受，设解就是感谢他的开示，反向出户呢不被施故。普尼姆说既听说十二部经，欲是现此意，示现此意，互有疑心，我不太了解啊。若欲彻底说文，众大文多，重大文多，恐生疲疾呀，怎么办呢？应该要抄撰好时直说，你没办法全部说，文也很长，人多坐在那里时间很久呢，不知如何。佛言听引经中要言妙词呢，直显其意也就可以。你说涅盘经要全部讲下来，你怎么讲呢？很多比喻的，很多重复的地方，尤其讲般若经那就更没办法，那只能说约略的意思讲一讲啊。般若经大家看过般若吧？太乙大师当年看般若经怎么样？入定了，开悟了。所以说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呀，你深入小册子小本子，智慧如杯，对不对？你只没小小点，或者智慧如网，
以少为足，学一两本了就还够了，不学了。佛法真是学不完的嘞，应该说要培养这种善法欲。怎么培养善法欲呢？看不懂的那本先放下，看懂的先看。所以说你们看藏经，应该从经先看，经比较好懂好读啊，好读你这善法欲才培养得起来。你搞一些论很难懂，你看不明白，绞尽脑汁完了，这种善法欲没有。所以说坐禅啊念佛呀，他也要培养这种善法欲。你坐的腰酸背痛起不来了，下一次一提起坐禅你都害怕，看那个座位你都害怕。所以这禅堂那个你看呢，它一火就起来，一火起来不让你坐很久，你看非常有道理。那主是一种调柔众生心的一种方法。你看我们打那禅期一火弄一下子，三更半夜噼里啪啦打，怕你睡着了他噼里啪啦打呀，是不是要喊着喊呐，提起精神吗？对不对？那都是非常调理众生心的事情，这是很好的。偶尔那么调老是挺好的。我今天外面看看，我说那修个长坛，不时的做做香挺好的，跑跑香啊，跑一天也行。但和我想想，很多地方长坛都没人做啊，招兵卖马，希望人家去做禅，人家都不去做。那他呢？看他的用心如何了？用心如何？意思我丛林底下我有禅堂啊，如何啊？有这么想，搞不好就会拉不来人在那里面做。只要说让大众坐在禅堂，能够呢好好的用功，一个两个也可以啊。杭州有一个离杭州市叫余杭那边有一个庙，很大很漂亮啊。那过去在那里出了不少祖师。那长堂也蛮大间，大概有能咱们教室这么大间，多少个人住？一个人，一个人呢？他也像不像样啊？到时间止境，我们到那里参观，他说现在止境不能进去。我说有多少人？一个人，一个人，我们还照规矩等在那里，等他开境了，我们才进去看看。一个人他也跑香啊，蛮好玩的。一个人坐也好嘛，对不对？一个毕竟是一个长坐在长谈里面呢，跟坐在疗房可能不一样。我们坐在疗房没得坐，就坐在床上。床铺是干嘛？是睡觉的。一坐在床上就会想睡觉，尤其是冬天，坐在那里冷啊，被一铺，靠一下，然后就慢慢慢慢就直了，什么时间直下去你都不知道。那怎么好的醒来就哎，我不是坐禅打坐，怎么会躺在下面？所以我就这样啊，就有这样的事情呢、啊。这里讲的，要众多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啊？就是先要搓药，同事问：“此为引本言，以彰开义。”色部经，色部经的名称是如是啊。但是你要看看十二部经才知道十二部经的名称，所以就是要这个好好学学经。但是你们通常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干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看张经不生哦，为什么有很多想法啊？我要去干那个事情了，我要干那个事情。常住没有委派你当执事，你就看经不好，然后他就不看，他我有其他的想法，还做这个是做那个事情。你除了用功就是看经，我看你一辈子就坏不了，起码你没造很多业嘛。我就看经啊，我就是打坐嘛，读诵禅师，你就在那里，你一辈子就坏不了。那个善根你自然就会增长。你看到经里面，经里面有传集的，就讲很多故事，讲很多公案，你自然而然你道心就增盛了。那有人说，那你怎么不看呢？我实在是想看。如果说这个挑有人挑，我真是想看的，我不是说假的，我心能放下来啊，也能够静得下来。我们想很多事情，
有人说你已经周旋了一方了，我没周旋我也想看，我也不想去周旋这个周旋那个，我是通常不得已去干这个事情，差不多我建好我就收了，没好我也想收。所以你们在这里千万不要拿我一把，说我不学我安静完走了看你怎么办，你走了我更清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说你这样那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是安静，很多人就告诉说法师安静完很多人会走的，你怎么办，凉拌怎么办，我高兴，你走你走吧，你我怕什么呀，我不是说依靠你们，你们没有你们了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眷属了，我又不想当畜生，搞那么多眷属干嘛，是不是，你不要拿我一把，你也不要欺负我，知道吧，我是善待于你们，知道，我善待你们，我们把我把你们是这样，是吧，你们把我的，我还怕你，我怕你看看镜子，不要把它看成位置。我说你们是比丘，是僧团，我应该恭敬你们。然后很多事情几乎的有些都迁就你们。我尽量说，发挥呢僧团的那种积极因素，身事身办，差不多是这么一种意思。然后你们常常会逼着我，让我呢。对你们的挥礼，然后呢今天我去查房呢一个没有，房间里面一个没有，如果说我昨天不那么好一阵子呢，今天恐怕就二三十了，对不对，后天恐怕呢就剩三两个来听课了，最起码你受个菩萨戒要尊重别人嘛，尊重别人就是尊重你自己耶，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一佛出世千佛都要出来护持，更何况一个法师来讲法，我们随众去听听，听不懂你怕睡火觉也行吗，睡火然后看看，那说明说你还有心在那里听啊，然后醒来你还听几句啊，就这么是不懂的，这是恭敬别人知道吧，你将来不恭敬别人你会遭果报的耶，你不相信吗，我没有多大本事，我现在连圣凯法师都不如，他学的比我多，他是我的学生，在这里是我带他学的，乃至那些忏念都是我教给他的，然后他学的现在比我好，但是我出去的说法讲法因缘应该说比他好，信不信，我相信我过去跟人家结过缘，我跟居士讲法没有不兴受的，我没有多大本事，所以我讲蔡婆经很有本事，就是这样子，斋婆经我很会讲，东讲西讲我会讲很深呢，他听不懂啊，经里面讲说你跟蔡婆不要讲太深，他要前法你只跟讲前法，讲深法不应机，你说的没用，你讲跟居士讲色大神论他听懂，他那天也在那里听，那些居士在那里听很高兴，他圣开法师讲经我们去听，我说你听不懂没关系我去听啊，下来我那听的怎么样，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尤其第一堂那根本就听不懂，对不对，我们听的在云里雾里耶，但是你要听你就没问题了，这就是一个人起码修，这就是修行结善缘结法缘，他以法布施，我们去听，这就是在结缘呢，不是给钱给你钞票给你然后才叫结缘，煮一顿好吃的叫结缘呢，结法缘嘛，我们去欢喜心，我听不懂然后他能够这样讲我很欢喜，他现在懂好几种语言呢，我一个语言也不同，讲不来，他会考据啊，什么这个本那个本啊，那个他那一讲出来就是文献一大套一大套的，看见没有，他花了多长时间读书，他的脑子非常好用，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他从出家，他是90年在这里出家，十几年了吧，他们始终一天都没有放过书本。修行怎么样，他不过说原先我告诉他，原先胆子非常小的，害怕一讲就哭的一个孩子。我说你这不是办法，他稍微委屈他就哭一阵。他很会吃苦的一个人，原先我们在建大殿，他来的时候正好建大殿，那他冬天呢，他自己被那个脚啊，以前小工自己担的，那脚被水泥咬了，水泥粘上面，他一段时间皮肤全部烂了，烂的是血淋淋的，他还继续干活，每天干。那有一次干干干，实在练，那血流得很厉害，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哭，你哭什么呢？他不讲，我一看，委屈了。他经常性是这样，有时候老师批评他，他就在那里哭。我说你这样不是办法，一个男子汉怎么老哭，怎么可以？他说我没办法，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念大悲咒。然后他真正，他现在也觉得说大悲咒给他带来的种种好处感应，他现在的触动无所谓啊，什么都不怕。他现在也独立的，一个人找南闯北。所以说我告诉他念的，我没有得到什么善师啦，哪个什么师传承，我啥也没有，我真是无有是处，只是说你们要学，我是厚着脸皮坐在这里跟大家念一念念一念，只是这样而已。我相信佛法去修持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我地信无疑，我20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相信，只要你自己肯做，真是有种种效应。你始终坚持每天念50遍大悲咒，你坚持下去若干年以后，我没有冤枉你，你会有回报的，观音菩萨会加持你的，你所要求的事情都会满你的愿。所以观音菩萨大悲咒里面就是这样讲，大悲陀罗尼经里面这样讲，持诵大悲神咒若有果随者不能满足，是不是很正确？比如说你所念观音菩萨不能满你的愿，观音菩萨已经是正法明如来呀，他是系视线菩萨再来而已，要相信这样。所以说我没有谁传承给我什么咒啊，啊安多罗多罗安多罗多罗，我不会 啊你们都会安多罗多罗安多罗多罗，我不会，我只会能知道大悲咒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佛法在诚心庄意的念，念什么都会灵的，不一定要就你到战地去传个什么咒才灵，汉地所有咒语经文念的就不灵，我不相信。我相信有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定会有灵的，真灵，因为我们不死心念，我们总想投机取巧，找一个究竟快捷的什么法门来，本来存着这种心去修，你不要有投机取巧，老老实实你修一个法门肯定会有成功的。练气功无他，他都会练出气来，专心，是不是？世俗人那样在杂染生活当中，他专心致志练气功，他练出气来，墙都可能看过去，对不对？那样百无聊赖的一个法轮功，他们都会练出相应的效法。你不能说法轮功一点那个功都没有，他也相对的，他练练也邪功，他也有功啊。外道法嘛，当时印度96的外道，他们也修的有神通啊，他才有人去相信吗？所以实际上我说当时去度商家社现种种神通，才他们把他们降服。实际上摩尼佛他会现水，实际上没有现火，他也现火，他火比你更大，他会变分来吹，他会这样呢，他也有神通。为什么？都在专心，专心肯定会有，肯定会有感应的。修行无他，你不要说啊，我要如何修，要到哪里修，要怎么传传承，传承再好，你到法王传，法王传给你法，然后你想投机取巧，我看很多人都亲近法王加持过，也不会如是吗？还不是颠颠倒倒，还不是欺诈百姓招摇撞骗，
我们不是说法不好，不是说法王不好，学的人心不好，心不好你就歪了，正法并歪法，是不是？全是心念的问题，要做如是相啊。就是佛法要重在，主要在于我们的虔诚恭敬心去学就可以了。好，这我一再呢勉励，不过说现在也不少个呢发心在那里呢阅读藏经，这真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佛法难闻，他能够去看藏经得闻佛法，不懂没关系，只要欣喜看下来，看下来你别小看啊，看藏经不是不容易的事情，要培养这样的定力才能看下去。为什么要想很多事啊？我出去要看看，那看什么？我不是说怕你们走啊，经常说你们要住下来住下来，我怕你们到外面心都散乱了，这个环境相对会保险一点，不是完全人寿保险，相对比外面的环境会保险一点，没有太多的杂染的事情呢让你去做坏事，使你们的道心能够长养。我没有其他的，我们想你们那给我什么东西，没有这样想。就是你不要说啊、我走了看你怎么办，你千万不要起这样的心。我们要走了，安居完我们要走了业，你走走嘛，有啥了不起的事情，铁打长柱流水深，本来就是如是。所以说我开始到这里住乃至修大殿开始，我就做最坏的想法，最后没有人了，剩我一个人，我起来打钟烧香拜佛拜三拜，然后我去大寮煮饭吃。我当时这样想，有人说你修庙修起来将来没人住怎么办，我就说那就算剩我一个人了，那一个人死了没办法，叫其他人不在你自己安排了，我死了对不对，没办法管那么多，我都做最坏的想。现在200多人，那有人说明年怎么办呢，我没管那么多，明年爱剩几个剩几个，我也没有心去办学。有人说你要办学，我办什么学，有心学我就要带一带就不错了，也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心去办什么学校啊，开几个班了，我们这样子大家就这样子，没有求法的那种善法意都没有，不愿意学，更何况办学，每天上课愿意学，一天上两堂课，我们现在一天上两堂课就那皮那个样子，就像牛筋一样的，拉着长一样，拉一下长一下，不拉那就缩回去了，是不是？我还有心去办学，整天受气，我们没有必要嘛，对不对？现在只是大家发心来平阴寺，所谓的学历都这个死样子，我都有点受气。不过说我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我昨天发了一阵火，我不生气的耶，那过去我会气半死的呀。那有人说那你不要千万别生气，我说我没生气啊，我回来好好，昨天我回来我就睡觉了，我五官没有动形啊，五官没有搬家，真正生气五官就会搬家。我大声一点怕听不见呢，果然里面还听不见，里面的小斋堂还听不见，很可惜没听见。所以说大家很不自觉，为什么会不自觉呢？啊，人家去喊一喊呢，然后觉得舒服一点呢，是不是这样？奇怪的，你一切都按照遵循的这么来，不要有自我一套，我要这样那样，佛是不允许你有个我，修行不能修我耶。丛林底下所谓的做法就是降伏我慢，不能让你自己有要这样那样的事情，随众大家你就无我了，具体的运作你就无我了，你不能那样啊，你想那样不能那样。你说上课最好是说穿背心坐在那里会舒服，也不行，最起码的穿小褂搭七衣，你就没有我了吧，随众大家你这么来，
调整自己的内心，那真正叫做修行。你为什么一定说我要跑到青岩山去坐禅？我是想不通。你在这里心念的不能调整，你青岩山你就坐得好，坐上三年，第四年干嘛？对不对？你坐三年，第四年干嘛？你坐十年、十一年呢？开悟了，开不了悟呢？你想干什么？换地方嘛？还有青岩山没有？还有隐居山嘛？一个山做的都如是，下一个山还是如是。我告诉你，你心念没调整，什么山？太姆山都不行，你搁什么山？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太姆山有太姆娘娘加持你呢，是不是这样？心念要调整过来呀！你不要是在那里苦哈哈。这个年龄这个阶段是比较难，你要想办法对峙，煎熬过去，对吧？山穷水尽，然后呢搞不好就碰到岩石了，对不对？你要好肯定要是好，古来祖师都讲过，不是那世俗人都讲的，不是一方寒彻骨，整得梅花扑鼻香。你要下功夫学修嘛，你才为成佛做主的嘛。你现在什么都放不下，那个臭架子都放不下去，你说你怎么修成？我想想看，对不对？先要放下一切的嘛，牺牲一切。那所谓说无先要无所得，然后才能够大得。你先这样想，你又在这里就修不下去，然后我又去朝山去，然后或者说三步一拜，一步一拜，六步一拜，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你，又不能怎么样呢？拜完了你会怎么样呢？消业障，消吗？能消吗？你那个我慢有没有消掉呢？我知我见有没有消掉呢？搞不好你就装点你那个长相，对不对？装一下的，我拜过山哦，我朝过山哦，然后要跟你的徒弟好交代哦。本师父曾经三步一拜，怎么样？好了吧？你会觉得本师父，然后傲慢就起来了吧？这千万要调整，调整心念。好好的学经呢，学教，你那个头脑才能够洗得干净。要用佛法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不用佛法来冲洗我们的头脑，你根本只是在自己想办法。你有办法？你如果有办法，早就有办法了。你不堪经教，然后只是说我想办法摆脱我自己的烦恼，你能摆脱得了？你有那么大的本事，那我看跟释迦牟尼佛一起就成佛了。无师自自然自，你有行你能行吗？你不行的，你还是那个苦哈哈那个死样子。不客气的说，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没本事，你没本事就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佛陀老佛爷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要先看他怎么说了。怎么说你都不看，你怎么知道怎么做呢？先这么来呀，叫老老实实的干。不要图将来啊，想怎么打算啊，怎么做都那样这般，你眼前的你都解决不了。要先这样，最笨的开始做，学佛人从最笨的下手。说最笨的下手，我看不懂我就看，不行我拜。念经，我念咒，一天就念一觉，你不东放放西放放，对不对？密传密教他也是这样，你叫你念一个咒，一直念，念了几十万遍，你想想看，一直几十万遍念，你看会怎么样？它肯定会产生效果的。这几十万遍念够了，叫你再放一个咒来，不过他有放的了，是不是？他有阶段性让你放一放，你总是一个奔头，然后我这个完了，我还有下一个。是不是这样？我小学念完了，我念初中，初中念完我念高中，还这么来。那我们始终都是
上小学，所以说大家小学一直上，一直上的没劲，总想上初中。上初中要你自己想办法上，对吧？你自己学会了、学懂了，你自然就上去了嘛。要这么来的，就是老老实实学，别去想别的事情。我就抱着经书看学啃，不懂的我也啃，拜求佛慈悲，不行我就哭，哭给佛看。我看不懂啊，老佛爷，我既然出家了，做你的弟子，我看不懂，你得加持我。你得真哭，别专哭啊，抹点清凉油在那里，哭了，那是不管用的呀。你就真，实在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感慨，是吧？你三大部看不懂，你就拜道仙立祖。你怎么写的？我看不懂啊，老佛这老祖师，你就这样来啊。你们就问啊，戒钱法师，你说这个怎么意思啊？我说，哎呀，我忘记了。你看，你找你自己就好。不看不懂，你再回来回的看，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看不懂，把道仙立祖在那里撑着脚。南无道仙立祖啊！我实在是看不懂你老人家怎么写的那一段。真会懂吗？真的会懂吗？感应道教不思议。对不对？再不行你见观音菩萨就会明白了。你要这样相信，你不要在总是在投机取巧啦，我又要这样啊，快捷一点呢、啊、有什么什么好办法啦。哎呀，这是要不得的，真是要不得，实实在在啊。好，这邪思而不精，三藏教法不出十二类，一名十二分教，所谓状就是撰写的意思啊，合集妙词显至至义解，比如说这样的事情，经文当中呢，直接解释这义理。下面引涅槃，若有受持读诵书写演说，莫非时非国不请而说，就是说受持经诵，就是演说，不要非时而说，就是说不应时那也不行了。所谓什么叫非时呢？下面引出有八缘不可以说，非时为不单说。如众学所至，众学当中所至，所以什么叫众学所至？人持刀，人持盖，人持矛，什么这样都不应该说，就是非时，不恭敬啊，其称啊等等。非国，既闻着佛，非国不信要佛法的地方，你不应该去那里去说啊，然后引起诽谤。不请而说，不请而说是不恭敬，说这法要请在这里，这佛法一个其他教不同的。清心清他，清心清他，有的自己掉以轻心，就是说不尊重心啊，或者呢轻念他人也不可以。自欺，所谓自欺，所谓称己能。我们没成佛的人呐、啊，你要说自己有多大的本事，这无非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最后还是欺自己，骗得了别人呢，骗不了自己。对不对？你说自己有多大本事啊，有多大能耐啊，别人给你糊弄过一时，但是你自己心里明白，还是骗不了自己。随处而说，随处而说是说，这里讲呢，不临众，身坐，一个人也不可以，要随要身坐中众法啊，即灭佛法，次然四法而说。所谓灭法呢，顺己移情，违反正教，也就是说通常叫做离经一致，这样呢就是违背佛法的意思去说。次然四法，也就是世间法在那里讲。何以故呢？由非时非处等说法者，令无量人始作第一啊，你就让他引导他们进入邪见，所以呢让他们造业，这叫做呢引堕地狱。是恶众生恶之事，这样就叫引众生进入恶之事。那记文最后一句说，今时讲说多堕诸过，非人天事，不是人天事，叫做恶之事。杂宝藏里面说，为俗人说法呢有七种，我们这一种从就是第九点当中分成五点当中的第三哈，为俗人说法有七种施法，不选财，一个是眼色言身心床坐房舍，各个果报乃至佛善无尽。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记文，比如说眼为慈眼视父母，
师长等当来或天眼，意思说对尊长呢不能那样人眼相对，白眼相对，这样呢成佛会得到佛眼，因为说上眼对待尊长。第二种情况呢是叫做色，和颜悦色当来得端正，这成体貌为端正，成佛成金色。第三呢，善言说，所以言说要软语，当来言辞变了，成佛或事无碍变。那有人说话或者说法，说法就跟你交谈说法，有人看他讲话还可以，但是你一听起来呢就含糊不清，会怎么样呢？头尾讲的有点乱，你不知道他在说的什么，就听半天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呢言辞不了啊，或者口齿发语呢语词发出来就有点含糊不清，这样都是过去的考业不清净，考业不清净。比如说我们这要避开，就讲一些杂乱的话，骂人的话，恶语啊，都会遭这样，所以说要软语。第四，生起淫逆礼拜等，所谓生就是生你当来得堂堂之貌，不要以为说啊，我去迎接你啦，恭敬你，好像自己亏了，其实一点都不亏，恭敬别人一点都不会亏待自己，听懂吧？恭敬别人不会亏待自己，你自己觉得说我怎么去恭敬他，好像我吃亏了，其实你真正的吃亏，看不见的吃亏，将来吃大亏，功高我慢了，你就完了。成佛成就伤身。五呢，心善好，心善好叫好心。第五不是心吗？心叫心善好，当来不狂乱，也就是说你心不要起恶念，对人家有恶意，这样呢心就不会狂乱，没事干了。现在我们这里面就有人狂乱心，心无法安住，那因为说你老过去式不是现在式，过去式散乱心、狂乱心、恶心对待他人，没有善心，然后呢你就会怎么样，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看经看不下，睡觉睡不着，念佛念不下，打坐坐不起来，听课听不下，你说怎么办呢？都不下，看不下，坐不下，听不下，吃不下，睡不下，都下不了了，下不了就上吧，往哪上？很辛苦的呢，这都是果报业，这是果，没谁害你哦，你不要抱怨说都是你害了我，谁害你啊？你再起这种心你就完了，你本来心乱了，你现在再起这种心，认为人家害你，你将来就更难堪。就是莫作是念，心念非常的重要，对别人不要起这种怀疑。好，六，传作己传与人仗作，就是自己有什么传让别人仗作，当来七宝座，成佛狮子座，你看什么都有什么 好处哈。七的防舍，己凡留他战术，当来得自然宫殿，成佛呢得四禅师，今以各个二句总括之，就是各个果报，就这样这样都有种种的果报啊，乃至成佛呢常无尽啊。这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这就修行哦，这就是法门哦，不要说那什么叫法门，怎么修行，没有告诉我们修行，这就是修行，是吧？戒律也处处强调修行，自论叫自行，或说法以禅教诸比丘入禅定啊，即自所说深意自行，就是说了以后要随说而行，说以入禅，大乘垂责，大乘都是这样说了要去做。延续，这个念续字啊，就是这个字，
续就是头续那个续同音的，延续后来就是说能够勉励别人呢、啊，勉励鲁中君子言字不出，君子言字不出，所谓的言字不出是什么意思呢？取功不殆啊，意思说看所以可耻于自己亲身做的不够，没达到，殆就是没做到，也就是说先行而不及言，行不及言，不可不耻之甚，有这么一句话，就说先行其言者，行之与未言之前，先要行其言者，就是自己讲了要去行，或者呢其做的事情要没有讲之前他就先做到。过去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宁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意思明白吗？宁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啊！我将来要如何如何，定了一系列的东西放在那里，我将来要规定要送几部经，我要如何这般，后来一样没做到，你先说到没做到，你就先去做，默默去做到，然后呢才说，甚至不说都可以，以做代说了。所以这里有讲说呢儒家都是这样讲说，行之以未言之前，还没有讲之前就做了，或者呢先行其言者，这言前讲了你就去行，又因先行其言然后从之，况佛法呢修真言行相反，言行相反，怎么叫言行相反？对啊，你讲了你没有去做就是相反了，身皆彼图，彼图啊就是说深深的感叹那些人呢都无愧色，讲一大堆没去做，所以说最主要是要自己去行去做。大集经里面说，下面就随机，大集经说若是真谛是一念正者，这为一切众生说一行一法，乃至种种因缘调伏不依故，便说种种法，八万法际差别，就说随机说法不一定，或者多或者少啊，你同时悟了或者说一个也可以。下面说引佛说法呢，起悟为先，随宜前巧，令后学之，初为热种好略之机，比如说种的比较好略，不应该讲一大堆不行的，所以说撮多为一，多的只是讲一个总的而言，行即观行，法即法门，也就是说一行一法，乃至下面呢是对热别好管之机，那上面是呢好总好烈，这样的人就总的说，那么好管的呢就开一为多，开一个法门为种种，或三或四乃至八万。若记经里面说无量无数方便一合止善数啊，那无量无也不止这么一个上面所讲的那么多了。所谓八万呢，真谛里面说，佛使成道，终至涅槃，经350度说法，有350位说法，一单中呢都记六波罗蜜，也就350乘以六等于多少？啊？2100是吧，乘2100，那都下面的一一皆配四大六乘十法，这个分开要这么看哈，四大跟六乘合起来为十法，不是说四大六乘然后又再乘以十法，那就多出来了，同意是吧？三五乘以六等于2100，然后呢再乘以十，这十是四大六法是这么来的哈，来等于多少呢？两万一千，对不？那下面呢？
又配三毒等分，三毒等分不是三，还有等分，贪嗔痴等分的意思，就乘以四，等于多少？经济大数但应八万，也就是说法门有如此之多，也就是众生烦恼有如此之多，法门也有如此之多而已。下面是为人门师，有这么十门，就第四门，第十门呢、啊？为人门师要如何注意呢？将来大家要做人门师咯，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念啊。毗尼母云：若为在家人作师教化作福，有五事：一、不厌烦厌舍执着；二、不细心贪利；三、为别别说法，不施持戒八斋等；四、不以众云论；五、不细心禅意相见；六、五事为团业尊重恭敬；一、挥亲旧处不往返；二、不求形式料理堂业家业；三、不共窃语令家中生疑；四、不教良时吉日祭祀鬼神；五、不过度所求入出家无法；一、入职于小；二、点身好意；三、摄心卑躬而行；四、收摄诸根；五、威仪样气身上；有九事不应俗家做：一、为礼拜心不恭敬；二、虽往盈利心不殷重；三、虽让令座而心不实；四、不恭敬处令座；五、有说法言心不采录；六、虽闻有德不信受之；七、知有僧多不求离少；八、知有美食反射出者；九、虽共及矣如是欲法不入应作凡此便作；若入聚落应披功昂贵不着六尘色心行之如高山闲雅绝险宽正之处而逐讨之念念生不更无余念临烟亦有如夜行事动扫已空四环无所等云云。好，这么 一大段就是说你去做人门师要注意哪些事情。这里呢大概分成五节，第一节呢是做门师啊，要教化作福，所以说这样有五种应该注意的，到唐也舍啊也应该要哪些事情呢，这有五点，就是到唐也舍去不应经常到居士家里去住啊，不能贪利，说法呢要别说法，不施持戒八斋的事情不能跟他一起议论，要细心，不细心呢禅热相见，就是说经常要想跟居士一起相见面，这样子不好。第二种情况呢又有五事为谈业恭敬，一为非清理住处不能往返。第二种呢求事料理家业，为居士家里啊，或者他有什么权势啊，然后为他做俗务。第三种能不能偷偷讲跟居士偷偷讲话，第四讲什么选择良道吉日。第五呢不过度所求，就是说不应该求的东西不应该要，这是第二。第三入俗人家有无法，如果要小声啊，自己要呢生口意啊要收敛啊，摄心空杯而行，不能是那么大摇大摆，要收摄诸根未央系。那下面有九法到俗人家，如果有这九种情况呢不应该在俗人家里做。因为说即使他恭敬即使为礼拜呢有点不恭敬那个样子，但是恭敬不恭敬可以看得出来。第二种呢虽然去迎接你啊，他就说好像蛮不在乎的样子，就是说不殷重，虽然让你做呢可是有点师傅坐吧，
就这个就心不死了，或者不让你在不恭敬处坐，那底下放个什么破烂衣服饭席的啦，或者便桶什么的，叫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不恭敬处坐。有说法呢，心不采纳，你跟他讲法嘛，他会给你变东变西，他不听啊。虽闻有德，你说跟他讲的哪些有德的事情，他说那是真的吗？不会吧，那就不用跟他讲了，不信受。其呢，知有甚多，你知道他这个人呢，家强万贯，很多东西你要向他要，那就不给，会少给，给一点点而已。有好吃的东西他不煮，煮的破烂东西让你吃啊。第九呢，虽然供给呀、啊，就像贸易一样，那你就必须要给我东西，然后我才给你吃的，这样呢就不应该在家里做，及时要离开走掉啊。所以说这也很重要。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刚出家的时候还没剃头呢，跟我师父一起去一个居士家里，怎么样？可能骂了个要死。所以我现在记忆犹深，我一想起来那个事情，我实在是有点害臊。哎，到人家家里跟人家骂，你还在那里，哎呀！其实尽量没事不要少去居士家里为妥。他家里居士或者男的信或者女的信，他家里多少有几个人的心不阴重，明白吧？他不可能大小上下对你都那样，有或者是假惺惺，你老去老去他也烦。居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几乎没什么招待，我们都烦了。我们每天要煮饭吃的吗？然后去他那里，他怎么会不烦呢？虽然说啊，那个居士对我们很恭敬啊，很好啊，他一直问要吃什么吃什么啊，那怎么会不高兴呢？心里不高兴。等他如果先给你颜色看，你也跑得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样？啊，他摔脸盆、摔碗子、摔锅巴的那样噼里哗啦响啊，你还坐在那里吃饭呢、啊？你好意思啊？哦，不能等他那摔碗你就得跑。哦，那住了好几天还舍不得，因为好吃的呀、啊，叫避机嫌，千万要注意。即使是你的什么亲理亲戚也好，或者呢是你的什么你跟他皈依的，你说那我徒弟呀、啊，你徒弟他也是在家人呐、啊，他也会烦，他家里还有其他人的来玩，哦，所以说都要小心谨慎。你看我去我妹妹那里啊，那两个那我那个那外甥那，他比较内向不讲话。我坐在那住在那里，我都有点不踏实，是不是？这小子对我不高兴。啊，我妹夫对我倒很好，但是我看看这小子他不讲话，那我有点害怕。所以说我宁可到办事处去睡觉。啊，所以说，你的更何况居士家里，一旦让人家不高兴翻脸了，哎呀，那就麻烦，是不是？第五呢，路寂落应该怎么样呢？要惭愧，不着六尘，色心行之。啊，那下面比喻说呢，像高山一样的，小心底下会摔下来的，方寸之处啊，而主导此，就是说你主要是要如何摄心，那么悬崖峭壁的样，念念生不更无一念，临烟一耳。但是到街上，我这些事情都要谨慎，无非是要避机嫌，要注意我们的威仪。到街上去呢，千万不能呢勾肩搭背、拉扫喜笑，要注意威仪。走过去要买什么，就直接东家讲讲，西家讲讲。啊，东家讨价，西家讨价，又不买，只是弄着玩消遣时间，那就要不得的。要买什么就直接买什么啊！现在告诉说，如夜行事，月亮在空中行过去，它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我们的手在空中飞过去，它能留什么？啥也没留，应该是这样。那四方无着，四方都不要有什么执着，这样好。那这里说做门师无法呢，应该要注意。那右下是这个他尊重尊敬法的事情应该如何？是说或者护权侯啊，为他找死啊，这都是属于邪命啊。余三病呢，必积疑，切以低声，是不恭显的意思。入俗人家一些威仪诸根要收敛。那么下面是不宜久住的事情有九事，
说前面四种是亲人，因为他让你要做的会法的地方啊不恭敬啊。第五是慢法，我们看第五是什么，是慢法，说法心不采纳，所以是慢法。第六呢是无信，你讲有德他不信受。余三都是属于呢谦蔽，就是说他舍不得，有多不给，不给多，然后呢有好的不给好吃的，给你破烂东西，示意法希望你给他防暴这样的事情。那最再下来一段呢，落下是离过用心法，落入在哪一段，落入第五哈，落入基落啊，如何谦卑的事情。下面是比喻高山临烟，一杯的功色，你心要如何。下面比喻说夜行空扫意，不着六尘，你就到街上去啊，到世俗当中记录去啊，要远离这事。好，我们先看到这儿。诸佛诸事